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 然后非常高兴今天就是参加到焦点这个活动，然后今天也认识了老师，然后我很喜欢的老师就是有提到一点，就是说其实你该跟别人沟通的时候，其实你常常都要去看别人的优点，这样的话其实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。那其实我今天来的话，就是也是学到非常非常多，而且认识很多朋友，因为很多这里的人也是在创业的，然后我从老师身上看到他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他永远都是会以一个学习的态度在认识别人，这个是我学到今天最多的东西。OK 了。